这边下面有一个小平原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很有世外桃源的味道啊？啊，现在这个山顶啊，这里修了一个新修的厕所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没有完工啊。这里在搞旅游开发，啊，这前面有一条绿荫小道，啊，这后面有一个篮球场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啊。啊，这里有一个篮球场。晚上的话，这个彩灯开起来啊，四面有彩灯，这些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彩灯笋子啊，开起来很漂亮的，这里还有烧烤吃啊，大家晚上可以到这里来游玩一下，啊，这些地方旅游都是免费的啊，最重要的是不要钱，啊，现在我们就下去看一下，啊，这个球场吧，啊，这里面可以露营，可以搭帐篷啊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池塘啊，在这里可以喝一点咖啡饮料啊，这里还有凉台啊，啊，这里还有桌子板凳，可以在这里吃饭的啊，怎么没人呢？哎呦，看一下。啤酒喝了，喝一瓶啤酒啊！哎，不，喝啤酒就算了，待会要开车啊！哇，怎么样？大家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不锈钢灶台，啊，专门给你做饭的啊，应该很便宜啊，适当贵一点也没关系，人家毕竟这个地方销量不大，也要养人啊。这下面还有一个钓鱼池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啊，这上面钓鱼可以钓着玩的啊。啊，让大家看看这附近的景色哈，怎么样？啊，这前面就是旅游开发公司修的房子啊，啊，这个旅游开发公司还是投了很多钱的啊，在这里，啊，这个风景点呢，现在开发的很多地方呢，虽然说。啊，没有怎么开发出来，但是呢，它的景点全部都是免费的啊，你可以免费游玩啊，让大家看一下啊，先让大家看看这个房子，可以在这里面住宿啊，这个就是可以住宿的地方啊。可以在里面住宿啊！现在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花园，前面这个庭院，这个花园啊，这个花园啊，那下面就是钓鱼池，那下面就是钓鱼池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最有趣的是这棵棕树啊，这个歪脖子棕树啊，这个直的还没有这么好看啊。这个歪脖子树歪得很有水平了啊！这条路在前面就是泥土路了，这面过去就是那个石碛镇了啊！到这里水泥路就到头了，对面就是泥土路，这个没办法啊！对面那里有一个口子啊，有个观景的台啊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前面全是原始森林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些原始森林非常的好，郁郁葱葱的啊。在前面这个石子路，过越野车是没问题的啊，就是天晴的话，一般小车都可以过去啊，摩托车的更不用说。我身后这条路啊，我身后这条路。下去就是石碛镇了啊，在后面我转过来，在后面这条路就是旅游者走的啊，便民小路啊，散步的路啊。从这个草丛里面过去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这个草丛里面过去，对面有一个观景台，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啊。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里面是什么美景，我决心忍受着。忍受着我这个光脚被刮伤的风险，带大家去一睹风景。哎呀，
这个路难走哦，全是这种，我们重庆人叫它麻栏杆，就这种草，啊，一隔身上就是一条血口子啊！我得小心的走。哎呀，这个为了让大家看到这里的美景，我也是拼了啊！老铁们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、分享。现在我的身后啊，就是另外一个观景台啊。我待会把镜头往前面伸，让大家看一下，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晴朗的话能够看到涪陵区那个地方，也就是50公里远的地方啊。我现在，我历尽千辛万苦啊，忍受着被很多那个麻栏杆割伤的风险啊，脚上都割了好几道口子啊，到处都痛啊。你看，啊，想让大家一睹为快，镜头马上。切换过去。现在的草丛太茂盛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能看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好远呐！啊，右面那个房子是什么地方呢？啊，看到没有？很远很远。天哪，因为对面有雾，所以看不到涪陵城。如果对面没有雾的话，能看到涪陵城。啊，你这个地方50公里的城市都能看到，啊！现在我到前面去，再换一个地方拍，啊，换一个地方拍，因为在前面还有一个观景台。哎呀，这个草啊，太硌脚了，啊！我们这个地方叫麻栏杆，啊，从这个地方拍给大家看一下，好远的地方啊！怎么样？哇，好远呐！啊，现在把镜头拉近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啊。这里是旅游公司的这个公路入口啊。公路从这里进来，这里左面进去。我身后就是旅游公司啊。这个旅游公司还正在开发啊。这山上有一棵啊，就是这个沿着这个山顶有一条小道啊，这上面啊，这上面可以远眺到很远的地方啊，一条爱情的小道啊。看到没有？从这里看远处，多好啊！啊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好远呐、啊，对面。